回家睡会儿觉啊。你说啥呀、啊？你先害臊不你啊？啊，这么大岁老太太，满大街催老头，回家要睡觉，咋的？你荷尔蒙裂变了你呀、啊？去家里。你说，打你退休以后睡过一个好觉吗？啊，白天你不消停，晚上还折腾，人家全社区的灯都灭了，就你瞪俩大眼睛，跟那灯泡子似的。知道的是你得了失眠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祖宗是猫头鹰呢。你见过失眠症吃30多片安眠药睡不着觉的吗？我都洗胃了，也没睡着觉啊。谁说我失眠症啊？老伴儿啊，我也觉着你这病怪呢。你说我这不到处给你淘腾偏方呢吗？你可别提那偏方了，上回整一兜子那个药丸子，说是偏方，可好使了，我就吃，连吃6个，别说还挺好使。睡着了，吃饱了。你看现在一提就打饱嗝，那这哪个药丸子？老伴儿啊，这回好了，咱儿子今天早上给我一个东西，哎呀，我带来了。啥呀？就这玩意儿，我儿说叫什么摸坡三，对，这是 MP3。对对对，摸坡三，对，什么 P3。这玩意儿干啥呢？我儿说了，说这里边是那个催眠大师的最新发明，这里边是有最先进的催眠曲儿。啊，老头你戴上试试。催眠呢？啊，这还能管用吗？你试试呗。呀，身上整炸了。来来，对对对，好。老爸，刚弄死他。啥催眠曲儿？这是他奶奶孙子鸟叔的，我爸刚弄死他。我就听这曲儿，这节奏，我一口气能跑3海关呢，你信不信吧？我儿子是要弄死我呀！我儿要弄死我呀！我儿要弄死我呀！又跑了，你干啥去呀？别跑！哎呀，啥？精神精神。嗯，自从打你这一离休啊，你说你俩眼一闭就是个睡，这要睡到啥时候是个头呢？过去你不是最喜欢花吗？这回这花园到了，看看，哎，看看这花开的多好。花也不愿意看了。这谁掉地的钱，咱捡还是不捡呢？啊！钱也不好使，哎，啥招都想了。这姑娘怎么穿个比基尼就搁花园跑呢？哎，在哪儿呢？这回你咋醒了呢？啊！别人还说你天天昏睡得的是怪病呢，要我说你这就是邪病。你这个花心大萝卜呀，让我怎么说你？我错了，不跑了，不行吗？不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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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吗？跑呗。不跑了，不跑。越老还越长能耐了哈。不跑了。还往树上爬，哎呀！不爬了，不行吗？那树上不有我老家吗？你老家啥时候跑树上去了？话说60年前，一个老鹰在树上睡着了，这时候来了一只小猫，从此诞生了我这只老猫头鹰。赵东，怎么了？瞅那人那眼熟，认识啊？那好像是我们单位那。贾经理，离休那贾经理，啊，
那你快点打个招呼，快！别打招呼，过去我是小员工，人家是经理，我就怕见他，咱赶紧走，要道走，快快！老伴儿，咋这样呢？人家离休，你退休，再咋的他是同事啊，你不打招呼多不礼貌。啊，那是是，现在平级了是吧？嗯。打招呼去吧。你还是不老贾吗？哎呀，这老死头的，看不出眉眼高低是不？看人家睡觉没？给人吵醒咋办呢？那我说不打，你非得打，完你这次你怪我。我就家里。您俩要是真给他吵醒了，我还得谢谢你们呢。你们二位是？啊，那个，我老头儿。在你们贾经理手下工作20来年，这我老头儿王连梦，老头儿王连梦啊，外号叫迷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老伴儿经常提起他，说他这个葫芦打的波澜壮阔，气壮山河，迂回婉转，一泻千里呀。你说的是过去，过去。现在不行了，从打退休之后吧，这觉就没了。现在呀，再想听他打呼噜，只能靠粉红色回忆了。你说呀，我们家老贾从打这一离休，俩眼一闭就是睡。我想推他出来让他精神精神，就给我醒那一眼的功夫。你说这得睡到啥时候能是个头啊？哎，不能啊！哎，大嫂。过去老贾那家精神头老足了，精力充沛，现在咋能就天天昏睡呢？过去他不是忙工作吗，想睡也没有功夫啊。对，那也是啊。那时候贾经理是外边事儿得亲自跑，里边事儿亲自跑，厂的事儿呢亲自管，完了来客人他得亲自陪。这回啊也该让他亲自好好睡一觉了，他太累了。是，话是这么说呀，那也不能这么永远睡下去啊。那就让他睡呗，那多好啊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得睡到啥时候能是个头。那你说你们在一个公司上班，你这精神头咋挺足的呢？我俩那时候正相反，那时候他精神头足，我老迷糊。那时候总开会嘛，一开会就是什么妇女会、三八大会、什么这追悼会啥会，您都老贾亲自开嘛。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尊重一条纪律就行。啥纪律？开会时候不允许上厕所。后来我总结出两句话：这经常开会呢，是经理耽误觉，群众耽误尿。你继续说。那时候你家老头派头足，那西服革履的小背头，那家伙那闻了主持人一报幕，接下来由贾经理贾余汤先生做重要讲话。那家老贾，同志们，老贾醒了。同志们，就怨你给吵醒了。我不故意的，营业员休息了，大家安静一下了啊！不要讲话了啊！那个，现在开会啊，我希望大家要对这次会议重视起来，是吧？用心去领会会议精神，是不是啊？不需要你们扔在脑袋里融化血液里吧，但最起码要落实到行动上。就这还得鼓掌，每回都这么说的。哎，有个胖戴眼镜，你看不着鼓掌啊？这你干啥呢？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啊，不难看出，今天的会议是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，伴随着市场的步伐，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，啊。它的召开是及时的，是具有跨时代历史意义的，啊，不夸张的说啊，今天的会是春天的风，航船的灯，对，夜空的星，还有树上的鹰。我都记住了。正所谓
征程正位有穷期，不带扬鞭自奋蹄啊！为了以饱满的热情、高度的责任感，来对待今天这场重要的会议。一个月来啊，我是辗转反侧，是吧？梦寐以求，翻江倒海，这个心潮澎湃呀，可以说一个声音在呼唤。此时此刻呀，我呢，振振有词，掷地有声，声情并茂的，在我耳边回荡着那首不朽的诗篇呢。我家老贾也醒了，神了，神了，怒发冲冠，天方啊！